确保他们提前升级成功。但是对这批优秀的队员来说，这或许只是一场平常的比赛，一个平常的三分。他们获得球权，进入对方腹地了，可能有机会。一个横传，传到禁区里，这里有队友接应，没有误判，这球确实是越位了。不过这个越位真的是很难看出来啊。叶海鸭被门将扑出去了，但危险还没有解除。在后场控球，他也并没有慌张。球在他们脚下了，边线球，准备出脚传向中路，漂亮的防守，球被解围了出来，不错，抢到了球权。失误了，球到了对方脚下。这次抢断非常的关键啊，让对手之前的进攻组织全都白搭了。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传中的机会出现了，裁判举起了越位。主务这次拦截非常漂亮，对方的行动啊，在他眼里没有任何秘密啊。后卫在关键时刻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，漂亮的抢断夺得了球权。他提前预判到了对手可能的传球路线。叶海鸭球丢了，他可以继续沿边路向前带球啊，前面还是有很大空间的。这球啊，防守队员及时出现，真是太及时了，要不然这球肯定进了。哎呦，这还真不好说，如果碰到防守队员后飞向球门，守门员可就完全来不及做出动作了。对啊，界外球，不过差一点点就是角球了。裁判啊，还在观察双方的动作啊。没谁停，给了有力。面对对方的逼抢，他完美的卸下来球。现在呢，球在他脚下，你看多稳。队友在积极跑位，看看这个球会怎么处理呢？球被扑出去了，但是对方还有机会。注意这个位置的界外球啊，可能有进球的机会啊。传中的机会来了。这次拦截啊，真的非常漂亮，让对手之前的组织全部变得徒劳无功了。他的视野很开阔，球被防守队员给断了。这个界外球啊，队友没能拿到，对方压迫得太紧了。到前场了，有没有机会呢？这个直塞球啊，非常精准啊，但是门将没有选择坐以待毙，他果断的出击，化解了这次攻势。这球啊，直接飞出了底线，球门球。这是要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开阵型啊，对手通过组织好不容易才找到漏洞进入禁区，但是这次禁区内的抢断直接把对手的这个警报解除了。好，传到禁区附近，传向禁区里。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拦截，在对手真正威胁到球门之前，及时的化解了对手的攻势。这个射门还是有些勉强的，没能威胁到球门。
今天这场比赛双方在控球方面似乎和商量好了一样，对半开，两队踢的似乎都有些小心翼翼。朝禁区传过去，他们踢得很耐心，一直在等着对手露出破绽。这次进攻的组织其实是非常漂亮的，但是在打到对方腹地的时候啊，没能推进一步。叶海鸭进入对方腹地了，可能有机会。这个时候啊，可以试试传中。皮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，皮球飞出了边线，给脚直塞，队友心领神会，进球机会来了，漂亮的防守，出界了对方的边线球。他的防守不在状态，对手从他这点突破了，失误了，球到了对方脚下。他对对手意图的预判可以说非常的准确。上半场比赛告一段落，目前比分是0-0。过去的45分钟比赛时间里，双方不相上下，平局对于双方来说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结果啊。我有一个预感，下半场比赛啊只会比上半场更加焦灼。是。比赛现在来到了下半场，希望双方能够让我们过过瘾。好，禁区内铲球要小心啊。好，看看怎么组织进攻，给到边路，这球有点想当然了，没传好。他今天对进攻的梳理啊非常有效，攻入了对方半场啊，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？把球朝两边转移，这球传的他是卧底吗？收了钱了吗？有队友在禁区接应，一脚横传吊向后点，看看队友能不能接到。这球被对方防守队员给破坏掉了。吉尔，对方的高位逼抢很坚决，看看他需不需要往回打。轮到他们控球了。好，他一路向前盘带，这次拦截啊非常关键，可以说是直接扼杀了对手一次在禁区内的得分机会。他的经验啊非常的丰富，阅读比赛能力也很强。来到对方腹地了，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？就这样把球弄丢了。
他今天的传球真是指哪儿传哪儿啊！这是要上演长途奔袭啊！绝佳的机会，上抢非常及时，破坏了对手一个很好的射门机会，解除了球门前的危机。他们没有处理好这次传球啊，被对方抢下了。一次接外球的机会，球被转移到了边路，这个直塞机会把握非常精准，哨响了，越位。叶海亚，对方防守队员判断出了出球路线，把球拦下了。将球朝禁区打，尝试找禁区，没进，打到立柱上。好球！场上的形势改变了，他们要升级了，一个足以改写球队历史的进球。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，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。没错，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。这个传球啊，半路被截走了，一脚直塞直接打穿防线，必进球啊！好球，这个进球来的正是时候啊，这下他们的球迷可以放心了，升级基本稳了。看看能不能利用边路的小配合突破防线，防守队员的铲断造成了对方丢球。防守队员截下了这个威胁球啊，他对对方球员在周围的分布是了然于心啊，这才能够准确预判到这个传球的路线。裁判鸣哨，犯规了。这次选择先稳一下，关键的抢断啊，这是球门球啊。传球失误了，把球送到了对方脚下，直接慢慢的流逝，流过去的方向正是他们成功升级的方向啊！拿到了升级名额之后，这个过去的赛季至少也能打个80分吧。起脚打门，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，这个位置的界外球会是个机会吗？机会来了，是时候传中了，扎到了对方前场，有没有机会呢？皮球被对方防守队员解围出了危险区，比赛只是快要结束了，还没有结束，既然他们能进这一个球，他们就有机会再进一个。传给了边路的队友，这球有点想当然了，没传好。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这次进攻能够让他们，对手进球了，眼看就要升级的他们啊，被对手拖住了后腿啊，相信他们很清楚眼前的局势，且看他们如何应对。嗯，这可能是他们赢得比赛的最后希望啊，向禁区横传，禁区内的队友竟然无人盯防啊！他们进球了，他们要晋级了，太关键了这个进球。比赛还在进行，有一分钟的伤停补时，他提前预判到了对手可能的传球路线，朝禁区传过去，队友正在禁区附近接应。
想要传中，球却被后卫拦了下来。比赛结束了，结果也尘埃落定了，他们成功升级了。不管大家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待，他们今天都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。你能相信吗？他们真的提前升级了。